上课很多年，那种太那球就是古老，就是在蟹里面那个球，就是你有玩过两次。我不知道底是好，同学，那个。就是它是往后反，然后往后反，然后往后。哪一个？作业怎么样啊？作业。作业怎么样啊？把那个塞给他，把那个。哎，同学。作业怎么样？有没有写？没有。没有写。哎，同学，不能这样子啊！就跟上次的进度差不多。对啊，你们这样我们就卡在这里了。卡在这边就卡在这边了。不会。不会的，不会来源。是不会有关系，还是不会卡在这里？嗯。不会卡在这里啊。转动惯量有新作业吗？没有吧。没有，转动惯量没有新作业。印象中没有。对。所以可以开始补课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要先找到插座在哪里？插那个，你可以插在墙上，还有一个墙上有洞可以插。哎，为什么电脑是插电的？你把它拔起来，没关系，你把它拔起来拿走开。对啊，因为上课我跟他们讲过，上课要拿走开，不然怎么上课？思想文具，爽。不要丢人家电脑，丢线可以吗？丢线我们已经线啊，对对，我做的不错。我就说线。啊。你收益的椅子可以救我吗？我的椅子啊，你救我的椅子，没有别的椅子可以救了吗？那边有张木头的。我不行。哎，我肉会。好，拿去。要把我放回去就好了。超过你的人都会穿你的球的椅子。那好厉害。你学我，我昨天就决定好，我要穿这一件。我昨天来的时候就穿这一件，那就我马上脱。好吗？自以为，你昨天为什么要只穿内裤在房间？还要搬椅子？超不舒服。你会知道人家只穿内裤在房间？因为他开门就不小心看到。啊？不小心吗？在那边等很久。在处理，发现问题关键。
不要习惯，不要习惯坐轮椅，好不好？大家坐起来工作，不要。哦，好热啊！在椅子上推来推去的。没。奶奶不行了，奶奶。学生要退货吗？因为他只照到。对。学生找不到。哦。找到了。我把这边稍微解释一下啊，这台这题今天在说我们怎么让它平衡不会掉下来，所以他问你说最大的这个 x 值是多少？所以这边我们先假设一个 x1， 第一个 x1 看这个上面地上面这一块啊，它的重心必须不会让它超出这一块，对不对？超出这边就可能掉下来，所以这是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，这两个的共同中心必须在这个之后。对啊，才不会掉下来，在第三块之后，所以这两个条件去解啊，解 x1 跟解 x， 那重点是在解 x 啊 ，x 是多少，这是我们要求的哈，所以可以思考。所以就是意思，假设它摆得很好的话，可能最上面那个的中心会比 x 还小，就是它可以更多。可以更多的意思是什么 ？x 它会比二分之一。W 更远，有可能啊，他答案是四分之三，答案四分之三啊，虽然蛮远的、啊，四分之三有，对啊，不是二分之一，不是二分之一、啊，答案是四分之三啊，哦，所以你可以再去思考一下哈、啊，它事实上它可以稍微远一点的、啊、哈，可以稍微远一点，四分之三，四分之三最大值就是从那个最远的这一边。到这边的距离，因为它质量相同，所以对，就是它其实可以放成这样子。对对对。然后下面再用两倍，所以它会变成下面是三分之二。嗯。对，就相乘。哎，对，你可以用类似的思考方向去思考啊，它就是在算它的直心呐、啊。好，你看它是在算直心位置有没有？直心位置。啊。这个 x7 是指谁的直心？是一号跟二号的直心位置哈，一号跟二号的直心位置。啊 ，OK。嗯。这样问题。x1 是一号跟二号的直心位置。x1 哈 ，x1 是指一号要可以出去的距离。那一号可以出去的距离，知道我们知道大概最远最远是一半，你超过一半就掉下去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 x1 最大值是。x 是二分之 l， 对，啊，那接下来算后面那一块是多少哈？啊，角动量跟转动动能，我们上礼拜讲到这边对不对？角动量手，上礼拜讲到了，对。嗯，你说一下它六十几啊？六之三。六之三。对，六之三。六之三，我六之三要讲，我们还没讲到那个角动转动动能还没讲啊。可是我们要讲到六，那是什么？这边没有六之四吧？这边只有六之三的。我刚讲范例六之四，他问的是第几节？是六之三节。哦。对，六之三是最后一节哈。对，你错过了蛮多的，挺可惜。但是而且我刚好最近没有在摄影，所以拍谁？你们有问题随时欢迎来找我哈。会有问题最好哈。什么？不打算什么？不打算会了。不打算会了。把那个章节省略掉了。我把这边再解释一下哈，这个是我们在讲牛顿第二动定律 ，力等于 ma 嘛 ，F 等于 ma 对不对？在这边我们讲到说，一个力矩会等于它的转动惯量乘上它的脚加速度，记不记得？记得。啊，脚加速度怎么解呢？脚加速度就是 delta t 分之 delta omega。啊，这应该没问题吧 ？OK， 是不是没问题？是不是没问题？没问题啊、哦。那这样把 t 乘过去，所以大 T 是 token 哈，它的力矩乘上 delta t 之后呢，会等于 I omega。啊 ，I omega 就是什么？转动，叫做转角动量哦，这是转动惯量乘上角速度，这叫做角动量。啊，这角动量，那这边是什么？这边其实叫做，我们如果按照之前的概念叫做冲量，对不对？之前记不记得？对。我们用冲量来看的话 ，F 等于 ma， 对不对 ？F 会等于 m 乘上什么
delta t 分之 delta v， 所以 f delta t 会等于什么？ m delta v， 实际上 m delta v 可以写成 delta p 哈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东西叫冲量哈，叫冲量，冲量就是动量变化量。同样道理哈，这边你可以想象这是一种角冲量哈，但没有这样的名词，但它是角动量的变化量啊。OK， 没问题啊，它是一种冲量概念哈。对，当如果我们没有外加的力矩的时候，如果没有外加的力矩的时候呢，左边这边是为零，左边是为零，左边为零的时候，就说这东西叫做角动量守恒。啊、哦，跟前面讲意思一样，当这个系统啊，如果没有给它外力的时候，外力为零的时候，它这个地方不转，不是角动量守恒，不是转动速度一样，是转动惯量乘上角速度。转动惯量乘角速度，角动惯量角转动惯量乘上角速度守恒，而不是角速度守恒啊、哦。所以你看，当我们把那个哑铃拉开的时候，伸回来，没有人给你吹啊，你突然变得快，有没有？是因为角动量守恒嘛？角动量守恒，角动量等于什么？角动量等于我的转动惯量乘上我的转角速度。所以当我转动惯量变小的时候呢，我角速度就变大了，懂意思吗？所以这东西我们刚才讲，就是转动惯量乘上角速度，会等于后面的转动惯量乘上后面的角速度。所以当我一开始的时候呢，转动惯量如果很大，我这就会小；我的转动惯量如果变小的时候呢，这就变大了。啊，这是一个类似一个反比的效果，这样问题。相乘为定值。相乘为定值，因为我没有给它外加的一个力矩。当我正在旋转的时候，没有外加力矩嘛，所以一缩小就转变得很快。所以像很多像一些舞者啦，或者是像芭蕾舞啦，或者是像那个什么溜冰的，他们一开始跳出去的时候手是张开的哦，着地的时候瞬间会收回来，收回来就真的算转很快嘛。它是因为让角动量守恒的关系，所以它收回来的时候转动惯量变小，转动惯量变小的时候，它角度就变小。这也是，好神奇哦。对，这是物理啊，对哈，对哈。所以你看那些在翻身的有没有，在做那个跳水的，他们要让它转很多圈，通常怎么样？要把身体包起来。要把身体缩得很小哦，你缩得越小，那你转得越多圈。跳起来连转四圈。对，如果你有办法连转时间都非常厉害，真的一个连转时间。有一个羽生结弦他。哦、真的、啊，连转四圈了、哦，太厉害了。目前四圈好像就是太厉害了。我之前听到都有三米半，四圈太厉害了。不是啊，羽生结弦是现实中的人吗？他十五米的吗？对对，十五米。他应该是体操的吧？他体操还是溜冰？滑冰，对，滑冰的，滑冰。OK。然后跳水四圈应该很简单。对，跳水四圈。那你四圈应该不简单吧？可是看中国他们跳十五米那个，很多很多圈啊。对啊，都很多圈，他们跳也是。看一下啊，那不止四圈哦。不是这样子的，对啊，他说跳什么四圈半之类的。对啊，什么五米、五圈、六圈，可以翻几圈？对啊，你看十五米可以翻几圈？我大概是半圈都翻不到，太了不起。我大概可以平着落水。痛啊！这样很痛。我曾经用三米的吹棒试过一次，痛死了。我只有在水池边的。那就很痛哎，对，就痛。记录转多久啊？十圈。但是那个记录几圈？有写几圈？五米。三米加三米。啊？三米加三米，三米。动作。啊，重点应该不在几圈呐、啊，但是我知道几圈它在加分会有加分呐、啊。那不是看那个水花最小的吗？你要翻成两周半吧，这是标准动作，翻成两周半，翻成三周，应该没到翻成四周。哦，真的哦。啊，因为那个水真的会超少的，那真的很强。那这个哦，翻成四周，应该还转，一个是翻头是这样翻嘛，转体是这样转。我做看啊，转体是身体在转啊，不一样。OK， 应该是四周了，四周，目前有可能啊。这个我是看下面。好，还有翻的周数六。看哦。哪里？没有。这个翻的六。我不知道，就是不是它是骑的路线，那个绕场超级斜的那个，没有没有，它这应该是翻转周数，应该是一个弯把，好像
啊，他是那，就是他的那个姿势啦，他最多翻成三周啦，三周的时候是，比如说就是他的类似他的一个代码，六一六二七就是六就代表臂力转底，一是向前，翻成三周的话也代号是六，最多所以翻成六周，翻成三周啦，最多翻成三周，没有翻成四周。啊，转底你看转底两周，转底一周，应该没有到转底四周，有没有？这边有转你三周半，没有到转你四周。啊，这人走到四周吗？没有看到四周。不是，看起来、听起来、讲起来很简单。你要四周半没？看起来、听起来、讲起来。不是，所以我们在看那一组，然后就有一个，就是他就我们在从一个阶梯上面跳几个河，然后那大概两公尺，就两公尺。然后结果就有一个人问说，那就问那个队服，如果我平着下水我会痛？然后那个队服就讲说，我不会痛，然后他就这样了。同样是能量，你看到，当我们用转动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。
候呢，当转动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，同样的能量会等于它转动观量成它角速度的平方哦。啊，所以在这边只是把质量想象成转动观量，速度想象成角速度，就解决了。而是能量。可以。那你说，你把一个东西向前丢，那个东西有动。有动能。可是假设它没有旋转。没有旋转，只有动能。可是，那你从这个方向来看，它就会是你。不，它一定有速度，对不对？任何一个东西，只要那个当下有速度，实际上我们要在乎的是速度的大小，不是速度的方向。我们在讲能量的时候，动能这件事情。可是它没有转动，所以它没有转动。但是我们实际上它也没有转动，所以我们讨论的是那一瞬间和速度。那一瞬间它是不是在转动，你并不知道。你知道它是一个切线方向在运动，对吧？它是不是在转动，你并不知道。是啊。就这样吧，懂我意思吗？它那一瞬间它正在移动，它只要有移动，它就有动能。好，那它移动方向是不是切线方向？那一瞬间是这样的，所以我们就讨论那一瞬间，啊，你就可以得到它能量。能量知道说，虽然假设这是一个环状，假设这是一个环状，看不到。Sorry。假设这是一个环状的东西，一个铁环。同样道理，你在计算的时候，只不过把一节一节的铁环加在一起而已，把它算在一起，你就可以得到。所以这样结在一起的话，是不是相当于只是把这个转动惯量的部分做积分，一样的道理？啊，懂我意思吗？转动惯量的部分做积分。对，因为这个速度没有变嘛，所以是让动点在那个 m 跟 r 部分。等一下，什么是铁环？就是一圈啊，有一个东西。对，它里面跑。不是那个跑，就像那个，就像那个战斗陀螺那一圈铁在旋转，它有能量吗？有啊。那一圈铁在旋转的能量怎么算？是让把那片铁变成一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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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小块一小块的铁在旋转，一小块。平方。对，一样啊，你后面算它的平方啊，就是它距离平方啊。变积算。用，其实是变体积啊，它变体积啊，要体积分。啊、哦，它是有点点小复杂，但就是这样的概念啊、哦。好，所以这是它动能的转换，我们把它转换成这个东西叫转动动能，这样有问题？有问题？没有。谢谢评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题66哈，第题66。好，两个人质量相同，都是25公斤，坐在一个长2.6公尺、质量10公斤的。均值水平板上面的两端，啊，均值水平板哈，石板通过中心的垂直轴转动，每分钟5转。若两人均不触地，而等速向中心移动60公分，是球，小速度变为若干。25公斤。25公斤呐、啊，两个人只要是25公斤，就把图画出来了。25公斤。小孩子嘛。小朋友啊，这是那个平板哦，从侧面看哦，平板。啊，这轴心在这边，一个人，从这边走过去哈。他从这边走过去，走了几公分？60。走了60公分哈、哦，他走了60公分。那这个距离，他说长是多少？长是2.6公尺。他走了0.6公尺，走了0.6公尺，所以中间剩多少？1.4。他本来是1.3嘛，一边1.3对不对？他走了0.6，剩多少？0.7对不对？他剩0.7，他走了剩0.7公尺，对吧？这个水平板呢，它的质量是均值哦，它均值，所以它是。10公斤的均值，好，请问这10公斤的物体长棒形的10公斤，它的转动惯量多少？棒形。我们要赶快看一下前面课本有讲到，我们用积分算，对不对？但棒形其实我们算过了嘛。棒形是这样的。哦。不要理那个啊。不要理那个，不然你要重新再推导一次啊。不要，就前面。像这个啊，棒形的、啊。这个。啊，棒形的啊。
所以基本上像棒形的均值的材料的话呢，我们是按照这个水平轴旋转的话，它的转动惯量是多少？啊，应该是只有这一块哦，十二分之 mL。然后这个是这个转轴哈，这边啊，细棒哈，像这个算出来，我们是十二分之 mL 平方，对不对？嗯。对不对？对，这是公式。上次我们推导过嘛，所以你不是说公式啊，你自己也可以试着推导看看。啊，但是有时候这东西习惯上，我们会把它记起来，就是因为常用，记起来就可以了。哎，当然。卫生纸好，我抽屉好像有，你可以看一下，第二个抽屉吧，左边第二 A， 对，左边第二个抽屉，哎，哎，哎，我画的，嗯，你说右上角，这里吗？然后你大部分是全部的，太小了，因为大部分是全部。那写大一点，绝对是。是。然后你就被他整过，对不对？然后一个欧米伽。不会啊，他的让你找。好。他的那个超能少到都要花非常多的钱。对对对。那你写欧米伽的话？就是。你像鼻子吗？嘴巴。有点长。嘴巴。还是眼睛。哦，又有一个东西，一个这个。那怎么算？那应该是在我的前面。我怎么看不出来？因为是 Omega I， 我的 I Omega I 也可以。有吗？有像吗？ I Omega I， 那个表情。有啊。然后另外一边也可以再写个 I。对对对，表情有没有？对，然后加绝对值。那多少？头墙壁崩溃。没错。木板的转动惯量哈，等于 m 二分之 l 平方，对不对？对。那 l 是多少？哎，同学回来。哦，二点六。对对 ，l 是二点六哈，他真的是用全场哈。他说，他不要算。那个明明是什么？他不是要算角速度变化量吗？角速变化量，但是你要先算总惯量是多少？总的转动惯量多少？总的转动惯量里面包含，对啊，我们不是 I omega 等于 I plus omega plus， 对不对？那你的 I 是等于多少？同学，过来 ，I 等于木头的加上人的，对不对？木头没有变嘛，木头转动惯量没有变，对不对？人有改变呐、啊，所以我们这边只要木头加上人的，对，这样乘上 omega， 对，乘上 omega。对，这两个相等，所以我们现在是装木头在这里嘛，哈，啊人的呢多少？有两个人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是多少？25公斤。25公斤乘上。25公斤乘上12分之。没有，用12分之。他们 L， 他们的 R 对，所以是二分之 L， 也就是1.3 L 的平方。对。对不对？乘二，对，因为有两个人哈。这问题。这个部分那两个相加哈，因为这部分是人的部分，所以这两个相加在一起。这样问题？所以其实它不用复杂，它还有给每分钟转五圈。每分钟转五圈指的是转速啊。当然，所以你直接算跑速度就好了。可是我还是要算转动惯量啊。转动惯量可以不算吗？12是前面积分出来的。推导出来的。啊，前面积分出来的。这个不一样。哪个不一样？四分之 m 这是人的、啊，你知道吗？好，一个的算法是说，我这边有个木棍，或一个棒子，杆，啊，我在中心旋转的时候，我这整个杆子，这杆子的转动惯量，人的部分呢是指说这边有条细细的线，我这样旋转，这样转动惯量不一样，这东西是没有质量的，懂吗？好，人在这边中间是没有质量，就是人是在两头转，对不对？我像两个人这样旋转。好，这样旋转就有两个转动惯量嘛，
一个加一个嘛，这两个平方啊，这样旋转的时候，它是沿着这中心来看，所以它是这个质量乘上这个距离的平方。所以那这样就是，像不用算他说，那两个人给那根杆子的重力。我们现在不管重力啊，不能要算重力，就不算重力了。哦。对，我们现在纯粹只是看那个质量哈、哦，所以你看。在这边，因为我们的惯转动惯量都是质量乘上距离的平方。哎、欸，那个你还好吗？怎么趴下来了？啊，醒醒啊，醒醒啊！他脱离这边太远了。哦，是，看得见嘛哈、哦？所以这样算出来，算出第一个 I 对不对？那 I plus 等于多少 ？I plus 等于多少 ？L 减1.2。不是减 L 减一点二，因为这个半径对不对？半径是0.7哦，半径是0.7哦，哈、哦，所以我们基本上这边的 L， 这边老师用1.3对不对？这边的 L 是用2.6对不对？懂意思吗？啊、哦，这边是用全长嘛，这边是用半径哈、哦，所以接下来这边是算什么？一样是 M 12/2.6的平方，加上2×25。乘上什么？0.7。不用二分之的哈，这边就是直接是0.7的平方，啊，就是 I prime。对，那 omega 是什么？ omega 刚刚讲说一分钟几圈？五圈对，五圈是几个派？五圈是十个。十个派对不对？十个派除上五嘛，所以等于二派对不对？对。哎、欸，等一下不是除上不对吧？对啊。哎、欸，刚刚除上60对不对？对。除上60，六十秒嘛，每分钟60秒，走20个拍，哎、欸，走10个拍，你说什么？你要说什么？我们刚刚前面那个2×25乘2/L平方，那个2×L平方也可以直接写成。1.3，对，没有错，直接写1.3平方，好。对不起，1.3平方。所以我这样已经有 I plus 有 omega， 所以。好，谢谢。我只是随便画一画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算动能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干嘛就没在听啦？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，都不知道要怎么办啦、啊，同学。我有在听，真的啦。一等于2/i omega 平方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一个一，那一 prime 等于什么？一 prime 等于什么？2/i。I prime omega prime 平方，转速相同吗？转速不同啊，转速变快了，因为它往里面走，转速变快了。啊、哦，转速变快，所以你要分别解出来它的 omega 跟 omega prime， 那再算出它的动能。你们觉得动能会改变？不会。理论上是不会改变的，因为它是内力。对，因为它是内力啊，基本上是动能走的话，不算摩擦力的话，应该是没有改变的，所以就不能慢慢去试试看啊、哦。OK。不划算。我没把它算完，课本都已经算完了，我告诉你怎么算的。OK， 好，第六章讲完了，会不会太快？不会。不会太快。这警官真是太支持我了，他令人感动了，好不好？那个作业的部分怎么办呢？我们都没有写完啊。对啊。那个，我们第六章的作业很简单哦，就是后面的计算题三题。啊、哦，这边有三题计算题，当成作业哈、哦，第六章的作业。OK。他的计算题大概只有七题。我第五章有七题作业对不对？我说八题。啊、哦，八题作业。OK。六章的第三题。啊、哦，原来有七题啊、哦，那这七题作业。好了，那这样了，七题选三题做，好不好？选会的，那就全班的做两三题。全班没问题啊，没问题，你选会的做三题，好不好？哦、你选你觉得把握的做三题。不要。不要，那你要做七题可以。我太欣赏才能。七题。七题做同样的三题。不可以做同样的。七题做同样的七题。No， 你可以选三题做嘛，七题你们选三题做嘛。我们休息一下吧。好，休息一下，你们可以写作业。有问题先问，好不好？不懂的地方想一想，再请回来。
现在46分了。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，然后我希望期待你们赶快交作业哈。我只想做生物报告。生物报告也不错。我现在可以做。你现在可以做生物报告，给你机会好不好？你们生物做什么？没有，我其实没有，就他们交集中作业啊。电脑掉了，电脑掉了。摔东西。还好。什么大家好像拿过？因为大家，我觉得就有在讨论出来蛮快的。哎、欸，那个，帮我关掉一下，叫你帮我关掉，谢谢。那摄影机呢？这学期的摄影机关掉了，是吗？其实比较不会有太多的干扰，就而且